来，食盐这么厉害，只是用来炒菜都浪费了。一炒菜的锅底总是有脏兮兮的污垢，加入牙膏、食盐、小苏打、白醋、可乐洗洁精，搅拌一下，把锅浸泡在水中，等待十分钟，用抹布擦一下，又是一口百年好锅。二、干毛巾老是有异味，首先把脏毛巾放入盆里，挤入牙膏、一小勺食盐、一瓶盖白醋，再倒入一些洗衣液，然后倒入开水，浸泡20分钟，轻轻搓洗一番，脏东西全洗出来了。二次换洗晾干，毛巾干净清香。三、教你如何辨别银饰真假，把硫磺皂剪碎，倒入100度开水，搅拌均匀，把银饰浸泡3分钟，拿出来后发黄发黑的就是真的。接下来教你怎么还原，准备锡纸铺在碗里。放入银饰，加上3000粒食盐，倒入开水，银饰瞬间变白。四、教你一招冰箱永不结霜，一杯水加一勺食盐，倒入白醋搅拌均匀，放进冰箱，再也不结冰。五、洗衣机长时间不清洗，洗了的衣服穿了容易得皮肤病，加白酒杀菌，少量盐溶解杂质，倒入花露水，再放一块毛巾，开启自洁模式，运转15分钟，脏东西全都洗出来了。没学会的点赞收藏慢慢看。